我们举起手来，主，我们向你称谢，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耶稣你宝血赎回来的。在这个圣诞节快到的时候，我们心要谦卑，像小孩子到你的马槽，至高全能的神却进入人间，降卑在马槽上，为了救赎我这些不配的人。因此我们举手称谢你，把第二堂我们所需要听的你的道解开，我们生命被提升，每一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每一位属灵的那个灵力更多的被得着，成为周遭教会亲友的祝福。愿你在宝血遮盖第二堂，好让听了讲的同感一灵，好让这个聚会亲自得着当得的荣耀。隔壁的弟兄姊妹也让更多有属灵的千万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福我们隔壁的家庭，隔壁的教会们，奉耶稣里面祷告啊，告诉隔壁，看到你就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告诉你今天赚到了。那我们进入第五千万，今天会有给你九千万，在12:55，这第五千万，千万要看重人生的终点，超过起跑点。不对耶，我们小时候就栽培儿女的起跑点耶，可是圣经传道书特别讲终点耶，终点下半场耶，下半场比上半场更重要了。不要单单看起跑点，是不是给他学英文啦，给他舞蹈啦，给他数学啦，传道书都谈终点耶，包括第三章，如果这世界不公平，你要有终点的概念，或者你像摩西出拳，浪费你在旷野40年的光阴。传道书就是我不公平，为什么有人抹黑我？我们看3:16-16，一起来读这段情。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跟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不要因此今生要完全公平，今天不可能完全公平。讲白了，今生不可能转型正义，末世才有，末世才有。从这眼光来看呢，其实好多事你要终点来看，包括财主，从财主来看终点，很多财主最后晚年很可怜。传道书第5章就有一个呢，王老五。这王老五，我们去读这段经文来读情。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此财，缓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子财就消灭了。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次生而，也必照样次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时候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劳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都有烦恼，又有病患殴气。包括亚历山大大帝，他征得了全世界，死的时候呢，告诉手下，在我棺材旁边挖2个洞，大王什么都没有带走，空空如也。因此要有终点的概念来看现在，看终点超过起跑点。传道书就跟你经济有关，经济有钱的人最后是没得吃的。包括第6章1-3节也是看终点来读，请。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子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更好。如果你这辈子很丰富，最后很可怜，老的时候中风，什么都不能带走，非常可怜的。包括第7章就描绘呢，一起来读，情。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厌恶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婚礼跟丧礼哪一个重要？丧礼。婚礼啊，像我不爱给人家证婚，除了没有时间彩排，他
他们两个更不会听你讲太多的啦，他们准备要去快乐，不会听你太多的，丧礼通通躺平的时候呢，会听你的。所以美国有个牧师，他这样子，我讲的那信徒都不听话，因此他觉得我是当牧师很没趣，后来就放下了，就专门做葬仪社，躺平了。我讲什么你都会听，听不懂。丧礼比婚礼更重要，所以教会要用掌握丧礼，婚礼呢不要太长，他不听的，因为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你要看盖棺才论定，包括老的时候，你就留得呢。我们看第十一章也在谈终点，这个传道者劝人家多享乐，多享乐，不过你要留心终点，为什么呢？一起来读第二行情。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龄的时候当快乐，在幼龄的日子呢，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我可以什么从小搞，我要喝酒，我要吸毒，我要做什么都可以，我要搞婚外情，我要搞同性恋都可以，不过知道你最后会很惨。我喜欢吃炸鸡，那你将来会有高血压、癌症种种。你要从终点来看现在，我们只关心起跑点错了，特别过了40岁，怎么样 finish well 比你 start well 更重要。包括呢，难怪呢，格里汉的岳父这么说的 ：Only those who are prepared to die are really prepared to live。只有知道我剩下的时间如何活下去，就会剩下呢。我因此我就不要让我的太太痛苦。我如果搞到她很痛苦，让她我晚年的时候呢，她不能照顾我，那我不是更可怜？包括神学家叫 Paul Ham， 他说呢，人一个人生命的全部都基本上是严肃的。必须在上帝面前负责任，向上帝交账。对于他究竟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他个人必须向上帝负责。你成为美国的总统，成为台湾的总统，把那个国家治理好，否则会面对上帝。你是牧师，把教会牧养好，不要只是建立自己的王国，否则将来面对上帝。你是父亲，为什么不把家庭带好，将来会面对上帝。传道书在看终点，不那么在乎起跑点，进入生命森林很快乐，生有时就不要忘了死有时。因此会熬夜的年轻人喜欢熬夜，你将来会死得很难看，何必熬夜？这个提醒你，我的时间比金钱更值钱。其实也提醒你的孔子是错的。孔子说呢，未知生，读传道书正好颠倒。未知死，焉知我剩下如何活下去？我不要将来当总统之后，人家我死后骂我，骂了要死。那你这辈子好好干当总统吧。用这个角度来看，我如果立法院，我是台北市长，就好好干。未知死，焉知生？我如果剩下的时间，像我现在什么除了灵修以外，每一天一定做的一门课。就是体育课，年纪越大，体育的量越来越多，所以过了60岁，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灵修跟体育是必修课，就希望可以长期好好被上帝用，不敢再糟蹋生命。那些堕落犯罪不敢做了，那些沾只是为了自己荣耀的事丢了，那都是大江东去啊。因此这死的时候，你死的时候，人家不在乎你的婚礼，丧礼才看到这个人的影响力。你要看一个人的影响力，看他什么时候丧礼。所以刚刚第七章第二节是对的，丧礼比婚礼更重要，丧礼才知道这个人的影响力多大。而且丧礼人家不看说你多有钱多有地位，名片上有几个头衔，你的墓碑人家只会看这人影响我，因此我参加这个丧礼，这个人影响我，不在乎你名片上多少个头衔，要有终点的概念。
又有中年，所以超过40岁举起手了一下，低头祷告，大家都举手了。天父，你看到我没有终点的概念，墓碑人家如何看我？保罗说：“我当跑的都跑了，当传的都传了，当讲的、当守的都守了。”帮助我们40岁人生越来越重要，我们的终点，主啊，帮助我们这个剩下的终点呢，不只是体育运动，而是如何面对上帝。我们会受审判，我所在的位置，我如果是牧师，有没有把道讲好？我如果是当爸爸的，有没有把儿女带到上帝面前？我如果是妻子，怎么样让我的先生被主使用？把那个终点被审判的眼光帮助我们交托敬拜，每个举手的成为几千万的人，奉耶稣里面祷告。第六千万，第六千万，有笔继续写，千万记得人生有着测不准原理，测不准原理。讲义的第一就是一面的上半，我们看看整本书其实是传道书的架构很单纯。第一个序呢叫时空之诗，然后1:12-6:9里面在谈人很可怜，因为在日光之下。我看的是讲义这一面，里面有 ABCDE。然后呢，6:12-8这个呢，在谈人的有限，人的有限也是 ABCDE。这个人的有限呢，前面基本上在谈 to do doing 做事行为，所说呢按行为做好事做种种，这是第一步。1:6-9就发觉人很可怜，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二大段呢在谈人的知识，其实前面是伦理学 doing，第二部分是 knowing， 知识性知识论，多拿博士学位，多赚一些名声地位种种，这是第二部。但第二部有一个特征，这是我今天讲的，就传道书其实有首尾呼应，它架构很单纯，有序有拔，有序有拔，然后两大段，两大段。那两大段的第二大段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读几处就慢慢知道了，就发觉有测不准原理。10章一起来读，14节来读，上面有情，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穷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第10章在谈不知道，11章更在谈不知道，测不准。测不准，11章来读情，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中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风如何到哪里刮？台风往东往西，今年的台风都不进到台湾，往东往西跑掉。气象学家无从知道。我用的就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传道书就谈好多的测不准原理。肚子孩子怎么长，是男生女生，你无从控制，你无从控制。我嫁给这个男人是我痛苦的开始，我移民到那个国家是我子孙受害的开始，太多你测不知道，测不准。也就传道书呢第二大段7-8里面其实是查不出，他一直出现查不出，希伯兰叫 low matza。不相信你刚刚打开第7章就看几处就知道了，我读给各位听。7:14下半段，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了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查不出。
查不出，第八章也有查不出。我们看第八章十七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气巡查都查不出。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查不出。七到八章集中的就是查不出查不出查不出。我查不出我嫁给他，我读这个学校好吗？查不出。我买这个股票对吗？查不出查不出。然后九到十章呢，十一章是不知道，不知道风往哪里倒，台风往哪里刮，不知道。其实呢，就是我有很多学问我查不出。因此呢，整本书的下半段呢跟前面半段不一样。前面半段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王牧师已经提了、哦、他孙子在旁边、啊、这个孙子真棒。你看阿公是牧师，你要不要将来成为牧师啊？不要啊，大牧师我跟你讲比马英九还好，上帝永远纪念你。回去跟阿叔公阿公啊，大牧师好吗？他一定告诉我好。哦，有儿女的举起手来一下，有儿女的低头祷告，主，我们王牧师有这么好的孙子，求你让我们举手的每一个儿孙都被你纪念，儿孙在旁边真好，儿孙可以听到真好。我们的儿孙不管他们在哪里，即使外面流浪，求你把他们带到你面前。我们想到别人的儿孙在旁边，我们就想念我们的儿孙在远方，求你的圣灵就摸着他们，把他们奉献在你手中，帮助每一个流泪撒种的爸爸妈妈欢呼收割。主啊，我们也查不出我们的儿孙将来哪一天是上帝要用，求主格外施恩的手来托住我们每一个儿孙，每一个儿孙成为神国度的人才。因此我们这边受装备，在这边呢，让这个聚会我们更多的被得着，同时知道你在我们的儿孙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人生呢，太多查不，就是整本书上半段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下半段都是不知道查不出，想都没有想到。罗马查，希伯来另外罗亚大，不知道。一直到十二章呢，又回到虚空的虚空。两大段，前面是不知道，后面是查不出不知道，就因为在进入日光之下。不知道查不出，我买这个股票对吗？过去长荣很好啊，现在长荣很惨啊，长荣股票。其实你也不知道，我嫁给他是我痛苦的开始。女生结婚是要胆量的，要信心的。我哪知道嫁给他是我痛苦的开始？对牧会人来说，谁知道我到这个教会可能是我呢痛苦的开始？因为那个教会很难搞，或者他们痛苦的开始，因为我很难搞。人生很不知道的，你跟你的太太谁先过世查不出来。看一下隔壁，告诉他，看一下隔壁，问他我们哪一个人先走，问一下他。我告诉你，人生就好像打电话，不是我先挂就是你先挂。一起说，人生就好像打电话，不是我先挂跟你先挂。像我跟王牧师是同岁，那像刘牧师大我们十岁，那我们两个跟他，请问谁先挂？不知道。就好像打电话，太多测不准。乌克兰跟苏联谁赢？好像不知道。台湾跟大陆谁撑久？我不敢反对你啊真的是在上帝手中。对，人生太多不知道的，所以结婚需要信心呢。所以有儿女还没有结婚的举起手来一下，包括你还单身的也都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你胆子要大一点，不容易的。你移民，你确定移民到那个地方好吗？太多不知道，日光之下就是不知道。那这是这本书下半段的重点，你有这个眼光，测不准，测不准。这是第六、第七，
千万要让洞察力主导短暂时空。哦，我在谈洞察力，洞察力不等于视力。瞎子虽然没有视力，却有洞察力。什么叫视力？视力看到前面有红海挡住，对摩西来说，洞察力是摩西看到红海下面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叫洞察力。视力看到乌鸦叼肉给以利亚吃，洞察力是以利亚看到自然界背后有超然上帝供应我以利亚的需要，那我还担心吃的吗？你一定要需要日光之上的眼光、信心，才有洞察力。否则你单单只有视力，视力看到摩西利亚还好呆，法老王位置你不干，那竟然逃到旷野，那叫视力。洞察力发觉的摩西是对的，他放弃法老王接班，为基督所做的凌辱，否则法老王一辈子就是把金银财宝收刮之后放了金字塔，然后给小偷偷光，后来变成尘灰虚空。摩西是对的，他有洞察力。保罗有洞察力，基督为至宝，其他都是什么？粪土。那个叫洞察力，不能单单只有视力，视力看到日光之下，洞察力看到日光之上。科学家即使你拿博士，如果没有信心，你永远是在日光之下的封闭系统。管你拿了几个博士学位，拿诺贝尔奖，啊，看着隔壁告诉他，你的眼睛不太好，告诉隔壁你要换一副好的眼睛，那叫洞察力。你需要洞察力，不是只有视力，洞察力是日光之上，视力只有日光之下。当然要继续读书啊。孔子所讲的下半段是多知道、多查一些、多拿博士学位，但查不出来。他们缺的就是洞察力，需要的洞察力。所以你要有一个眼光，那因此求主帮助你有那个眼光看日光之上，不要让洞察力呢，让日视力只看在日光之下。你因此，如果你没有洞察力的话，你就觉得彼得你这么办，渔网都舍了，跟从耶稣。这个耶稣呢，你若有洞察力，发现海平面下每一条鱼都听他的，一句话风平浪静，大气学家傻眼，彼得就跟从耶稣。你要跟从，要服侍上帝，要那个眼光。那个眼光是耶稣呢，行所有医生行不出来的事。如果有洞察力，就发现耶稣让所有的马街的彰化有马街医，对不对？彰基，所有医生都傻眼。从头上来看，耶稣叫哪一些科医生傻眼？是哪一些医科生搞不定了？耶稣搞定的，哪一些科医生？哪些科医师？眼科、耳喉鼻科、哑巴的、瞎眼的，还有呢？行动不便的是骨科，现在叫神经内科。还有呢？还有呢？血肉病的、妇产科、妇女科，还有呢？神经科、精神科、脑科，还有呢，皮肤科、麻风的，像我们秃头都快有救了。死人复活有哪一科可以挂？拉萨路斯里夫葬一社就关门。所以你读福音书就带着眼光，就发现这个耶稣是全科医生哎。那依靠他会有神迹，所以刚刚就为几个姐妹，他们呢，像我们的姐妹，她带了十个人今天来，就为他祷告，包括为肖牧师祷告，就发觉这个耶稣充满了神迹，你跟着他，然后把权柄也赐给你，
但不绝对不是只有给牧师。没因信称义是任何人有权柄。已经受洗的举起手来一下。受洗的举起手一下，低头祷告。天父，每一只手都有权柄的。我们是宝血赎回来的，可以举起手来为各处各方来祷告，为爸爸妈妈，为儿孙，为周遭，为牧师，为传道，为讲台，为台湾的政治局势，为两岸，为乌克兰苏联的战争来祷告，把那个权柄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随时举手，就知道我们有日光之上的洞察力。当我们为政局很不安，甚至很难过，甚至很讨厌的时候，帮助我们举起手来，知道你在宝座上。我们需要日光之上的眼光，太日光之下我们就很痛苦，为局势为政局很难过，就是因为我们太矮了。帮助我们眼睛看高一点，长高一点，好让我们更多的释怀你在宝座上。奉耶稣里面祷告，告诉隔壁，我已经换了耶稣牌的眼镜了。好像都没换眼镜，对不对？告诉各位，你要换一副好的眼镜。那因此洞察力呢，就帮助你呢，有短暂又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包括呢，所罗门王在盖工程，最后呢，第二章是虚空。你所做的事呢，包括君王、地位、财富、享乐、立功、立名、立言，前半段最后都是虚空跟捕风。Whatever you do。通都是虚空捕风，就跟查理曼一样，就跟秦始皇一样，就跟毛泽东、江泽民，大家已经会忘了他的一样。所以要有一个短又永恒眼光来看，这个永恒眼光，你就会学习保罗的说：“我万物为至宝，基督都是粪土。”学习摩西，甚至学习呢，开始奉献。奉献栽培更多人，这是第六。难怪呢，挪威剧作家 Ibsen 在他的最后一个作品叫做《When We Dead Awaken》，死者复生的时候讲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们这些死的时候复活，如果有机会再活过来，经过阴间之后再活过来，才发觉我这一辈子没有好好活过。我在浪费我的生命，我在浪费上帝给我的时间，我不懂得好好珍惜上帝给我的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我没有洞察力。你如果有机会采访死过的人，他们最大的盼望是会告诉你：不要来我这。所以你如果带一些慕道友，我的阿公阿妈因拜拜啊，我哪公婆，我哪个信仰说你提定，很简单。就告诉他们，你若到阴间碰到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不要来我这儿，信耶稣到天上好。路加十六章财主拉撒路就是这谈这个，可不可以在天上沾一点水给我喝？我想学习拉撒路，告诉我兄弟姐妹卖来我家了，鸿沟啊，拜拜钱没告我提得给你来开了，我妈妈就是已经坑我安尼讲。没有信主之前，哎，钱未到阴间呐，刚修阴庄未，他不可能出来，也不能用。他最希望你不要来，希望你不要来这。所以还有亲友没有信耶稣的，举起手来一下。亲友，除非你家里都认识的人都信耶稣了，举高，低头祷告，主，我们把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都带到你面前。不要等到他们阴间的时候唯一的感叹说不要来我这。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培灵会，我们更多的被得着还圣，借着这个聚会不只是买圣经用圣经，甚至活出圣经里的真理，成为布道的人，让周遭亲人家人早早蒙恩。既然你把这个教会放在彰化，成为彰化的祝福，也把我们放在我们的社区公司职场，成为公司职场家庭的祝福。求你每一个人，求你举手的都纪念，给他们洞察力，不是只有视力。那天他们将他丧礼的时候会谢谢我们，我就因为他信耶稣的。因此把那个我们会参加丧礼的终点举手，剩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
那因此呢，这个也因此呢，给你最后一句话，在这一点，有洛克菲勒说的，你如果到纽约看他的坟墓，二十世纪最有钱的人不是 Bill Gates， 就是洛克菲勒，特别前半世纪，他的坟墓上面就写了这个，所以抄一下，好让你墓碑有地方有知道刻什么的。将来会死的举起手来一下，啊，赶快抄下来。他说：“我为自己所投资的都会过去，我为上帝所投资的存到永远。我为自己所投资的都会过去，我为上帝所投资的存到永远。”台湾教会不要只是帮助以色列、乌克兰和苏联，很多以色列人要回去移民，因为怕打仗。我知道台湾有一些教会比较爱以色列人，我也不反对。不过那是以色列国的事，以色列国家外交部会做这个。你要带人家信耶稣，伊拉克回教国家让他们信耶稣，比把钱帮助以色列复国更重要。保罗会这么做，而不是帮助以色列复国。外邦通通是上帝，外劳就在家，就在彰化附近的外劳，也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那因此你不能做，就奉献给环圣、给传道人、给男神。那王牧师马上在男神教书，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举起手来一下。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友，举起手来一下。你们的牧师要到台南去做神学教导，那个影响更深远。你要为他的祷告举高。低头祷告，主，王牧师马上要南圣教，让南圣的传道人带着神国度的眼光，不只是关心今世，更关心永恒，训练出神国传道人，好让呢在台湾各处都有南神毕业的人祈祷、传道、牧养，带着权柄被主使用。也感谢上帝把我们你的仆人代表我们教会进入神学教育，好让他所教导的带着神国眼光、洞察力被主使用。奉耶稣里面祷告，卫斯理这么说啊，这个好让呢健康的人就这么说，就留心。我在这世界上的工作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死的。你万一癌症，担心不要那么惧怕。万一我的事情没有做完之前不会死的，不管癌症第几期。不过当我为基督的工作做完之后呢，我就会有与主同在。那多大的安慰啊！啊，那就不要睡了。对啊，将来就所以今生，当然你现在为什么要睡觉？是希望可以加点油，天天就是第三章，生有时，死有时。第三章改变，他刚讲的是对的，就不要睡觉。不过我为什么要睡觉？是因为我明天可以太阳起来，我继续工作。那个跟时间有关，该结婚就结婚啊，为什么该结婚不结婚？该出国读书就读大研究所就出去啊，才有国际观啊，那就出国啊。那个是第三章时间表，提升我的概念。该睡觉，你这个打电脑搞半夜熬夜，你老的时候会死得很惨的。那是第三章时间实施。那我们呢，就照健康的方式运动，健康种种呢，死后呢，与主同在。这是第七千万。第八千万，千万要留得青山在，怎么样？不怕没柴烧，千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是我讲的体育课。如果你不上体育课，这个不归路，最后的情况是第三十个体。那刘牧师，我因为这个多以前的档案没有用，新译本。那我新译本也参与很多，其实他有几本书的，我都有在当中参与的。那这个是老的，我用和合本。但十二章是死亡之诗，整本书三个诗歌体。我们来读这一段，他在描绘很特别每一个人的老化，每个人老化。一起十二章同声来读，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人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
偷一抹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了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四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一段在谈死亡，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世界的瓦解，环保是不可能的，这世界通通的 collapse。不管佛教徒如何环保，基督徒也该环保，但环保是不可能的。环保就像医生，医生在做什么事？叫人家玩死而已，好让人家玩死之前可以信耶稣。环保这世界是不可能环保到恢复或维持的，这是第一个解经，这世界在 collapse， 环保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是启示录，我就不谈，因为好像你们有人到中台，我前一段时间在中台讲启示录。第二个是谈个人的，第一个是宇宙的末世论，第二个是个人的。你好好去看，就发觉他谈个人的末世。你就看了上面的经文，就发觉呢，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雨后云彩返回，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夕阳无限好。近黄昏怎么近黄昏呢？看守房屋发战。这个身体如果是房屋，什么地方哪一个部位在看守你的房屋？梳头发、刷牙、洗衣服，哪里在发抖？哪里？你的手 ，Parkinson 抖了，手在发颤。有力的屈伸，哪里弯下去？腰弯下去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什么地方上来磨东西？牙齿在掉了，牙齿在掉了。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白内障啦、视网膜剥离啦，我这两个都有啊，高这个青光眼啦，哎，往外看都昏暗，街门关闭，吹磨的响声听不带到，耳朵重听啦，耳朵重听啦，雀鸟一叫，人都起来，太阳还没有起来就已经失眠，还有呢？睡不着，睡不久，焦虑，一大早就起床，还怪年轻人爱睡懒觉，你自己睡不着啊。雀鸟一叫，人都起来，然后呢，歌唱的女子都衰微，什么地方在唱歌？喉咙在唱歌的，老的时候喉咙怎么样？发抖啊，唱不准啊，唱会跑调啊，所以呢，告诉隔壁，趁还有机会参加诗班，赶快参加。喉咙在发抖啊，还有呢，我们就从头哈，啊，看守房屋的发颤，什么在发抖？手有力的屈伸，哪里？腰推磨的稀少止息，牙齿从窗户往外看是什么？眼睛街门关闭，推磨响声微小，微小。耳朵，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失眠，睡不着，睡不久。歌唱的女子都衰微，喉咙老化退化。哎，你要留意，我最近我开始做喉咙嘴巴的运动。每一天怎么做？我在你面前表演给这么多人看，很难看。咀嚼其实帮助你不要失智老化。对，有，这。那私下你再找我，我确实每一天都在做这个运动，也包括在内，或者你会失智的厉害。我妈妈就是失智，90岁失智。那 anyway 讲哪里去了？哦，喉咙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年纪老的人怕什么？摔倒，厕所一摔，哦，就惨了。髋关节一摔，我现在也做髋关节的运动。每天早上在腿上床上甩腿髋骨，我妈妈就是髋骨运动之后就起不来。路上有惊慌，
所以什么叫牧会？上楼梯老先生你缠着他上台，他听你的讲道，就叫牧会。我就告诉神学生，你上过马路牵他的手，你刚刚牵我的手的人在上面讲道，他听你感动，他会听你的道。路上有惊慌，年纪大骨质疏松，会有惧高症，路上有惊慌。然后呢，蚱蜢成为杏树开花，身体什么地方是白色的越来越少，然后就变白，头发，杏树是白白的，像我呢越来越白。我现在你看到了我跟 Good TV 上面看到我，那可能是十几年前录的，现在年轻还是那个时候年轻？老实说，告诉隔壁立马赶快。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什么地方弯下去成为重担？弯腰啊，你如果到张基一定很多老人上走出来的，最后是横的走出来的。你还记得五子吗？五个五子最后是什么？盒子啊，帽子、车子、房子、孩子，都已经我们已经第四第五中间了，快到了。然后呢，吊丧的在街上往来，你最后呢参加丧礼还是婚礼多？现在参加丧礼比婚礼多的举起手来一下。你现在参加花节丧礼比婚礼还多，举起手来一下。隔壁告诉他，再来就轮到你了。每一个丧礼是自己的丧礼的预言，那些葬仪社的把人送进去烧出骨灰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我就是下一个被送进去的。那一天会怎么样呢？银链折断，身体什么地方像银链串在一起，然后摔断，是什么？脊椎骨。头筋冠破裂，什么是筋冠？头颅，全水轮在颈盘损坏，水轮是什么？心脏，不止。pumping， 血液、呼吸、消化，这个整个循环系统通通 collapse。血液排尿、心脏、血管，通通。摔毁，通通摔毁，最后呢，尘土能归于地。死了以后呢，发觉是上帝造的亚当，亚当，亚当就亚当，亚达玛，希伯来文就是尘土。所以我们死后呢，基督徒一定懂，烧成骨灰无所谓，你要弄成树葬，像瓷器的，它不会变成神啊。丢到东海去也无所谓，邓小平很开阔，丢东海无所谓，免得人家鞭尸。但那个无所谓，那个不在里面。尘土能归于，我们是尘土造的。不过还有一个四灵四给归给四灵的上帝，最后上帝审判，还有个灵魂啊，我从来不知道还有灵魂呢。佛教徒错，人死如灯灭，不。有一个灵魂，最后上帝审判，虚空啊！我这一辈子那才是重要。说要有终点的概念来看我今生，我如果是台湾的总统，好好爱台湾；我如果是新竹市长，好好为新竹市打拼；我如果是好好的中国领袖，一定要打台湾吗？我如果是苏联普丁，我一定要把乌克兰搞得很惨吗？让他们冻死吗？然后最后上帝审判。因此让我们十二章从时空之师、时间之师到死亡之师，你就留心你现在几岁，看时间不是金钱，看 home 不是 house， 这个就是这本书最后再谈一个重点。那今生很多不公平的事，最后法官监察院不能查出来，为什么我的论文也没有抄，你们为什么骂我抄？最后上帝会审判，
今生监察院长、今生的法官、律师都不能搞出来。二二八事件为什么不平反？拿金大屠杀为什么不平反？普丁为什么不把他枪毙？放心，没有人查出来也无所谓，最后上帝审判。就是八大名师最开始所讲的。因此不要一定要示威抗争，白纸运动，白纸革命，那个没有用的。最后上帝会审判，管你是习近平。如果没有日光之下，我就想办法抗争，浪费我的生命，就像摩西40岁的时候用拳头。上帝不用，最后我们都会面对死亡棺材。所以这本书在谈如何生涯规划，它不只帮助你了解，它如何帮助你生涯规划。所以呢，齐克果说了，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呢，就是人都知道会死。然后普利斯讲，叫 Ernest Baker， 他一本书叫《人拒绝会死》，只有人拒绝说我会死，可是你从来没想到送进葬仪社烧成骨灰的下一个就是我，还在做梦，还在做梦。那个老先生借的传道书说，不要走我的走过的死路，外面的街道上的人都还这样过着日子，还在走死路，然后时间就咔咔咔咔咔，最后夕阳快下山了，那死咔咔咔就一直他提醒我，每一个丧礼就是轮到你下一个，你还可以多久，你还在只是关心世界不公平，政治啊，我要对两岸啊，种种为什么不传福音，带人家信耶稣？这世界不可能完全公平的地方了。移民到美国，美国也是很黑的。我在美国十几年，我懂。那这本书就提醒你跟我，你就是呢，不要成为四等人。什么叫四等人？年老有什么特征？等什么？年老？你对，等吃。还有呢？等睡，等死，最后等一零，等一零，什么都没有，变成尘土。所以告诉各位，不要成为四等人。有听进去吗？不要成为四等人，等吃，等睡，等死，等一零。我也是在南部的一个长老教会讲到，那次大概教会比这个大一倍，讲到的时候就有一个远远的地方，那个人等吃是等人，等吃等睡等死等一零，空虚空是等人。哎，就发觉大家好像也没有认真，我听也有认真的，可是他就一直作怪，有点闹场。人家聚会你，哎不对，他认真听我的道，哎。他在回应我，只是他讲不出来，他很想回应，感动。哎，发觉他不是闹场，不是闹场。聚完会以后我就过去，他也在找我。哎，发觉他在认真回应，有一些感触。他很想服侍上帝，最后要我问他，为他，你可不可以有祷告？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我就为他祷告。主啊，让他成为别人的闹钟。醒过来了，不要你太太死了以后你才知道要爱她，不要等你孩子走了以后你才要懂得珍惜你的 home， 不要等你退位的时候才知道我为什么贪污浪费，有那个位置可以帮助那个邦国，要有终点。那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呢，会中风，因此呢，这段时间就不要只是吃那些不该吃的，做不该做的，犯不该犯的罪。跑掉了，哪里去？帮我，还在吗？哎呦，所以要懂得传道书呢，其实说，所以十二章第一节蛮多感触的。他说呢，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上，趁着现在，趁年幼。趁他国小一年级，我是26岁才信耶稣，你现在才7岁8岁，我就很羡慕你啊！我26岁才信主，趁现在，
趁你现在还可以动，或者以后成为别人的闹钟。好，所以你可以动的，你自己走进来的举起手来一下，不是人家，不是横的中风一进来举起手来一下，低头祷告，主啊，不要等到我们成为别人的闹钟，中风才想服侍上帝。借着今天环球圣经会的这段研习会，我们心被提醒，醒过来，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是不是等到懊悔躺在那边的时候才想服侍上帝啊？主让我们今天不同教会的人，包括我知道有外地来的，都被你使用，不要只是积了一堆钱，最后呢，人在天堂，钱在土地银行。懂得奉献，懂得用时间金钱来支援宣教的事工，支援传道人祠堂。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举手的，好好当小组长，当执事，当长老，忠于我们领受的托付。求你每一个举手都记，把我们的儿女栽培成为神国的人才，帮助贫穷的人成为神国的人才，成为偏乡地方的传道，把那个感动赐给我们。洛克菲菲的讲的对，我为自己投资的都会过去，为上帝投资的才会存到永恒。求你让每一个举手的今天，每一个人你都知道我们的情况，跟你立约，要被你使用，不要等那一天。奉耶稣里面祷告。有一个笑话，其实不是笑话，有一个理发厅呢，不听好了，这个有一个理发厅呢，就知道只有今天现在是抓得住的，那所以呢他很特别，那个理发厅呢就在外面贴四个字，明天免费。看了半天，哦，明天免费，那就明天进来剪头发，剪完以后呢再回过去看那边写的四个字，写什么呢？今天乖乖付钱。那是明天，明天 you never get it， 你永远不会到那儿。明天免，今天趁现在，趁现在，地球千万，我们复习前面八千千万，从第一一起下来，好的，确实都赚到了九千万。第一，所有人一起来，请，千万记得反常乃平常。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九，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是千万要有永恒眼光来投资今生，千万有永恒眼光来投资今生。用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他现在按不下去了，有了。对，什么叫永恒眼光？当人在日光之下看日光之虚空的时候呢？什么叫圣诞节？圣诞节是至高的神日光之上进入日光之下，那叫道成肉身。它不像人间的宗教，人间的宗教是肉身修成道，基督教呢是什么？道成肉身。人间宗教是肉身修成道，伟大的神呢却进入人间，死里埋葬复活的升天。所以福音书的总纲就是 Athanasius 所说的，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好叫人的儿女呢变成上帝的儿女，背后就是因信称义。神的儿子变成人间重要是人的儿子想变成神，这边是人的神的儿子变成人进入日光之下。这样的话，做一点宗教比较，做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一个字，叫恩典 （grace）。就好像如果你掉了坑里面，穆罕默德来了，他告诉我说：“阿拉的意思就是你在坑里面呢，好好过日子吧。”佛教徒说：“你如果禁欲，就不必在井里面受苦。”他说完了一样走人。印度教徒来说，如果你在井里面过信实的生活，可以投胎转世，
说完他也走人。孔子讲得更惨，他来了，他说如果我不出门就不会掉在井里面。最后呢，耶稣来了，他进到我坑里面，他从日光之上进入日光之下，把我们从罪恶、从撒旦、从败坏，我是把啊不给拉开庙地两千个客囝，把我救出来。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差别。所以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发觉呢，什么叫基督教的救恩？马丁路德这么说，说我们好像是瞎子。遇见了生命的光，就帮助瞎子来找耶稣的光、世界的光。我们好像饿了，去找到生命的粮，就劝外面饥饿的人来找耶稣，使他成生命的粮。我们好像是渴了，就找喝了耶稣生命的水，就劝人来找耶稣，你喝水吧，喝耶稣。迷路的人就告诉他，耶稣是你的道路，是真理，是你的生命。快死的人就告诉他，耶稣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所以传道书帮助你布道，帮助你了解我在日光之下要有日光之上的眼光，好让别人被上帝在圣诞节被主到带到上帝面前。这个九千万，那因此你说我愿意成为这九千万，我拿到生命的粮，要告诉外面饿的人来找耶稣，他就满足。渴的人，我已经曾有，我过去离过婚，上帝帮助我，忧郁症，上帝帮助我走出来。你忧郁症的，你要不要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就今天要求主帮助你所在的教会，你的家族都因此蒙恩九千万。将来他天上谢谢你参加你的丧礼。是你带我往天国去的，然后呢，丧礼的时候谢谢你，九千万，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你愿意吗？愿意就把手放胸口，我要为你祷告，放胸口。主，这个圣诞节提醒你，提醒我们，神的儿子变成人的儿子，那叫圣诞节；死里埋葬，复活，那叫复活节。因信称义，就成为你的儿女。因此，每一个手放胸口的，就有祷告的权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开始让外面的饿的人来找生命的粮，渴的人来找生命的水喝。我们剩下的时间，求主使用。我们口袋的钱，包括买一些还剩的书，可以帮助带以后信耶稣的人，给牧师传道长老，心甘情愿，愿意被你使用。剩下的时间，把亲人、家人、把儿女、把爸爸妈妈带到你面前，好让今天的聚会不是结束，只是一个结束，是我们人生开始转型、转成被你使用的开始。每一个手放胸口的，让他们呢所在的教会、所在的家庭、所在的职场，充满圣灵的恩膏，成为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跟你玩真的，你就跟我们玩真的，荣耀归给您。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门。鼓掌，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所有人都起立。我请大家呢，跟七个人，我还为你们祷告。之后呢，刘牧师有一点简单的报告。我们建议你买一些书，他们的刚书卖的很少，他们今天一大早来的。你小钱啊，你少吃一点牛排，可以买一些书，可以帮助人，都把它卖光。包括呢，刘牧师还不能退休。不要让他死不了，他有一千多本要卖，买一些好不好？所以告诉七个人，你离开你的位置，跟七个人之后，我要带大家祷告，告诉他说：“来吧，我们跟上帝玩真的。” OK， 离开你的位置，跟他碰手。来吧，我们跟他碰手，我来跟上帝玩真的。来吧，跟七个人，八个人。来吧，我们跟上帝玩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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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那我请肖牧师、女肖牧师到前面来，大家祷告。OK， 你大家祷告。所有人继续跟三个人说：“来吧，我们跟上帝玩真的，好不好？跟上帝玩真的。”然后呢，举起手来，
我们请肖牧师带我们，这我是第一次面对面这么近，好不好？你们都认识他对不对？对，很棒嘛，对不对？好，请他为我们教会的动力，彰化的众教会都要归荣耀给神，让彰化的教会都被上帝使用来带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说谢谢你今天带着属灵的权柄，我们吴宪章牧师能够带我们当中来，我们真的是感受，我们要看重是我们今天我们今生的日子，我们要如何活得精彩，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都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你呼吁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在我们今生里面我们看重是今生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求主你真的是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与不足，好好的珍惜我们生命里面有限的日子，能够活得丰盛，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在你的价值里面我们知道如何寻求属天的事属灵的事，求你赏赐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有爱有生命力，能够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陪伴，这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愿意把神儿女的使命能够活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成为一个有力量的门徒，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坐下来告诉隔壁，我来到对的地方了。好，那请坐。那么等一下我确实可以帮大家签书，那么然后呢可以一样免费拍照。 OK， 那么看看我们的主席。好，很感谢吴宪章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两讲的分享，我们拍手来谢谢他。好，那这个时候呢，我邀请元东路教会的刘德行牧师来做回应。好，大家平安。今天真感动哈，博士跟咱问一下，咱的上帝是阿伯拉罕的上帝，然后呢，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其实这句话哈，就是要讲咱拢暂时，但是上帝拢永远伫底，所以是你的咱的祖先的上帝，是你的上帝，嘛是你家里孙的主。今天通过吴宪章博士的分享哦，这些所在我有一个。我来写笔记吼，虽然我感觉真感动。头一项就是讲，咱讲传道书，传道书是这个无常，真言吼是一个平常，约伯是反常。但是我是发现有一个重要紧的感动，就是其实伫圣经中间的第一个千万吼，讲到啊，无常、反常乃是平常。这句话吼，我想到，如果你若用不必记来讲吼，这个反常吼，最后结论是什么？我从前的风闻犹如，如今我怎样？阿们。那对的，这个经验来讲吼，经验来讲，伊的平常吼，就是讲敬畏耶和华。结论呢，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今天在讲传道书，传道书这种的无常，虚空的虚空。所以博士一跟来讲起来，吴博士讲了就，我能够从日光之下，眼光改为日光之上的上帝，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最后我通过跟来有些顾问哈，上帝有时候让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法查明，所以我想要。做一个回应，就是信仰很多基督徒，还是咱遐的基督徒，甲问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信仰吼，唔是要解释苦难，信仰不是要解释苦难，信仰是要帮助你经过苦难。诗篇的三篇讲一句话：我虽然经过死的山谷，我嘛唔惊灾害。1872年三月七号，马盖博士来到台湾。1865年，孟加拉来到咱巴高的所在。2005年9月28号，我爸爸
我是说保利这一代我买26个小时，如果没有经历过的历史跟亲身经历这些事，我永远无法知道上帝对我何等重要啊！这是我对今天吴县长博士的回应。愿主赐福咱大家，唔单别个，咱所信的上帝是真个爱上帝。对啊，那个，咱叫咱的听书结束，咱教咱。老师给咱做啊，这个角度哈，啊，容许我为我们的牧师来祷告，天父，咱的用蒙你，你福音福赛你，可以教会的日益成长，哦，你的名，你的家庭来得这个完整的荣耀，哦，所有彰化的每一个长老教会有信心三个到底，每一个牧者有官兵，有怜悯，有慈爱，这个圣诞节每一个教会都充满了人，而且都来受洗。被你使用，愿你的名在整个彰化的每一个教会里面得着当得的荣耀。你的仆人大大的恩待他，好让今天来的每一个牧师满有圣灵的恩膏，一同被你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最后请黄牧师来做祝祷。来，请咱三个起立好吗？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有一日，我知，我来搁倒转来到在你的面前面对你。总是我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也搁放我伫世上，予我会当完全照我的自由意志，行完这个人生的路径。虽然我人生起起落落，拄着足侪代志，真侪人拢讲人生不如意，十项有八九项。真侪人拢讲，这世间哪苦海？真侪人拢讲，这世间是康熙的康熙。总是圣经内面有一伫康熙的中间，看见有上帝恩典伫遐，有上帝手骨伫遐，有上帝大关灵的灵伫遐，伫咧引导阮每一个人的脚步。只要每一个人活倒转伫咧条件上帝较无上帝话，因为上帝话就是阮脚前的灯，就是阮路上的光。上帝话充满活命甲盼望。但今仔日每一个人伫遮领受传道书活命真理的话，互阮知敬畏上帝，然后听从这个命令，这是阮人生活的目的。就趁现在，但现在阮要出去。恳求三一上帝甲阮三甲同在，手所做的工，嘴所讲的话，一切拢是为着起造引带地上阮身边的亲情朋友甲厝边，将一切阳光归伫你，然后你对阮讲好过紧张的萝卜，愿恁平安出去，主甲你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阿门。OK， 咱请坐，搁一摆甲啊王博士拍者棒啊，来阿么？OK， 哎，是的，我补充，咱吼本来伫中午的时要上，今仔日来参加的传道人、牧师、传道、师母、哈、团队娘，请你站起来，好不？请站起来。我们送你一本这个公版的圣经。哎，站起来，老牧师该当退休了。我5000本啦，哈，起码存1800本，嘿，所以请替我祈祷，嘿。啊，念咪吼，结束的时啊，感谢，因为我刚要给咱准备正好食的便当。啊，咱伫当较远个，当伫楼骹等。啊，咱核心个同工，也是讲咱永和教会长老，咱来当吼，伫7楼，吼、哦、7楼，咱会当甲吴老师啊做会安尼吼，做会有一个沟通安尼。啊，这阮长老特别交代讲吼，讲请咱来头前，翕一个团体照。你看，咱赵牧师，你看，甲我提醒。其他我拢会袂记哩安尼，请咱来头前，甲咱
我们最敬爱的这个吴老师哈，一起拍个照好吗？吴老师接完一个来，好来。哎，吴老师可以借我们一下吗？后面的玉梅，好来来来来头前好不好？口罩可以拿下来。哎，就这个卫福部有交代，讲翕相的时候当拿口罩。哇，这个李丁乐来，李丁乐，李丁乐，李丁乐上大汉的嘿，李丁乐隔离啊吗？不是，好来，吴老师呢？先借我们，大家先拍个照，再去签名好吗？好来，先拍个照好吗？吴老师，来来来来，来来拍个照也，哎，请你们也进来好吗？大家拍个照，大家都进来，木泽都到前面了，木泽都到前面，好来，木泽好来，议长的旁边。来，吴老师，议长的旁边，还有谁呢？王牧师前面来，王牧师你坐中间，前面，还有来快点，还有没有？还有吗？啊，玉梅，还有，玉梅你也来来，我们办公室主任，环球圣天公会，常常有一个特色的是，总干事拢义务的，无领钱爱负责红印钱啦哈，同工无几位，我们办公室干那三个同工，一个办公室主任安尼，我是 part time 的。我有位置啊吗？哦，阮长老，这不是你的位吗？不是，我无开。你无开啊？谢谢。好，看镜头，一、二、三、八、九、一，好嘞。三，爱站了，一，二，OK，然后爱心，爱心，三，OK，好，谢谢，好，请联络到位，停了。